哎呀，小孩子吃不了这么多。没事儿，他吃不了，你吃呗。你还是嫌我不够胖啊？哎，麦大律师，你刚在法庭上可真是帅炸了，那罗明礼直接一点唾沫星子都还没起来，直接被你给拍死在沙滩上了。<笑>等一下。喂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宋怀民还要上诉。他。上啊！帮他上啊！反正我们一审都赢了，二审还怕他呀？ 可是丁丁就要晚一段时间才能结婚了。没事，保持动作。哎呀，谢谢姚老先生啊。哎，邹秘书啊。嗯。 这张总到底要干什么呀？那麦家小姑娘对我不错的，还帮着撮合我和我儿子的关系，我要是恩将仇报，那就太不是人了。嗨，已经和您说了，没什么事儿，真的，就是我侄女特别想见她那个偶像，真没事儿。这个是上次你们给我的钱，我没全带出来。 我下次还给你，花了不少吧？我会还给你们的。姚老先生，这个钱呢，您已经收了，而且已经过了一个多星期了。如果您真想还，本金加利息20%，您还给我，你这不是放高利贷吗？哎，姚老先生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您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如果您不方便的话。 凭什么？做那么多坏事，却想着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吗？如果您真的是想要改变，想要靠近他，那就让他看到您的诚意。那就吃顿饭呗，又不会少块肉。叔叔，他去。跟孩子们相处就得互相尊重，你想要天伦之乐，是这样的。
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我们这边线路有点短路，马上就好。怎么回事啊？这么晚饭店，说没电就没电了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这边线路有点短路，我这边已经在修了，马上就好。开着会呢，抓紧时间，多耽误事啊！这是。好的，不好意思，先生。就刚刚断的电，空调、电器网络全都断了，怎么突然就这样了？ 杨二富，杨二富，哎，志明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是不是觉得害我害的还不够惨，你还要害上麦晨欢？不是，你为什么私下跟张培生联系啊？你听我解释。我不想听你解释。你永远都不会改变，你永远都是这样。为什么？我之前还对你抱有一点点期望，我现在觉得你真的不配。 裴正阿姨，张总，好久不见。找我有事吗？你不是在接待什么旅游节的重要客户，不忙吗？忙啊，忙着救火呢。你们的酒店才刚起步，你也没什么经验，出点事故难免的。要不考虑跟我们悦达合作吧？ 张总，新安里食物中毒的事件是您派人指使的，对吗？你说什么呀？佩珊阿姨，我很感激您，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把我介绍到了波提切利。在这7年当中，我学会了如何真诚地对待客户，把酒店当成家一样在营造。后来奶奶又教给我，要真诚对待每一位合作的伙伴。 我把这种理念带到了新安里，我很幸运，我收获了一群可爱的小伙伴们，他们也把新安里当成了自己的家，在我最危难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。之前您几次对新安里的恶意诋毁还有竞争，我都没有追究，但是这一次，您利用我的家人，在我最重要的接待活动上搞事情，已经突破了我的底线。杨叔叔。 杨富，人去哪了？这些东西应该都是他给你买的。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别急。 姚仁富的家属吗？不是，我不是，正在抢救。哦，谢谢。没事，没事。那个同志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还不清楚，等医生吧。哦，那他进去抢救多长时间了？差不多一个小时了。谢谢。别紧张，没事了。